嗱，我自己都發覺係唔同時間係有不同音高嘅，神嘅同在係可以經歷到嘅。咁我哋一間咧就試下咁樣做，我發覺咧集體係強啲嘅。所以如果你揾到兩三個弟兄姊妹一齊喺你屋企或者某處，規律性啊唔係咁多嘅，一個月一次都好啦，多啲嘅一個禮拜一次，再多啲嘅一個禮拜兩三次都得㗎。一齊咧去愛慕神、感謝神、讚美神、操練、互相按手祈禱。咁我都請當中，如果你覺得身體你身上冇邪靈嘅，你就放心，一間咧都操練下。試下咧就企喺人面前咧去睇下聖靈恩膏會加強，然後先按手。嗱咁點樣加強咧？我發覺有幾樣嘅方法係好有幫助。咁當然第一就去翻我哋嘅思想處理，思想整個思想處理啦。負面思想、負面嘅情緒啊、罪啊，同埋咧呢啲任何嘅負面嘅嘢或者負面嘅潛意識。咁但係你未清曬咧？咁神就俾咗我一個意念喺呢次禱告，我發現有一個意念就係咩咧？一心不能二用，耶穌都話嘅，一個人不能侍奉兩個主，唔係愛呢個就護那個，就係一係就神，一係就馬門，即係話一係就愛神，一係就世界。咁而好多人咧就係俾啲煩惱困擾啊，個心成日諗住煩惱。咁而我發覺一個方法就係點樣咧？成日諗住神嘅愛，尤其哼歌啊，所以你翻屋企可以哼歌。主耶穌真奇妙，你咁唱咧，好難同時諗住啲煩惱喎。主耶穌真奇妙，專心喎，專心好咧。咁如果你譬如有啲人有情緒問題，你成日都喺度諗住耶穌，或者唱住哼住歌，就算你做嘢都諗住哼住歌咧，咁神嘅同在就會加強啦。咁就即係神嘅同在將魔鬼或者負面情緒擠擁咗出去，咁呢個一個方法。所以喺你祈禱嗰時，一路可以自己的方法。主耶穌真奇妙，主耶穌真奇妙。專注喺神，專注喺中意神，享受神。咁另外咧就係身體嘅喐係有幫助嘅，身體喐咧即係喐下自己咧，個人會輕鬆好多嘅。咁咧就將啲唔好嘅吹出嚟啦，放鬆越咁鬆嗱，鬆咧都有程度。嗰陣時我喺大學咧就試過。老師教我哋嗱，瞓喺個地下嗰陣時，瞓喺地下，我哋放鬆個手啦，再放鬆啲嗱，最有效咧就係個心，即係成個身體啊，個由嘅心個周圍鬆啲嗱，你試下啦，鬆啲，又諗住耶穌咧，你會發覺神嘅同在係加強噶，放鬆啲，有咁鬆都咁鬆，耶穌愛緊我啊，咁咧你就會發覺神嘅同在會加強。咁你就試下，一間我哋圍圈嘅時候，你咁做，你就留意喺集體嘅時候有冇加強，即係幾樣嘅方法。一個咧就係放低雜事，一路諗住神好中意我啲互動嘅圖祈好緊要，即係千祈唔好有好多人咧成日都係咁嘅，日都鬧自己，日都話自己冇用嘅。我哋就話神咧係中意到不得了嘅，成日都喜悅我，揾嚟學習，有呢個心神已經好歡喜啦。我哋去親近神，神好歡喜啦。咁咧一路咁樣正面去宣告，咁而你發覺有雜念，你就可以用自己哼啦，細聲哼。咁因為我哋咁多人啊嘛，你細聲哼一首歌，你中意嘅歌，咁一路哼嘅時候一路諗住耶穌，又放鬆嘅人喐下自己。咁咧一有感覺，嗱我用呢個作為一個嗰啲咩呢個即係互動式嘅有一個字眼，唔記得咗。嗱，個互動式係咩咧？即係譬如話，有啲人幫啲人去放鬆咧，就揾個有啲電阻啦，放喺個頭嗰度，然後你放鬆放鬆啊！個電阻少咗咯喎，你仲啱咗咯，睇住啲針發，咁咧你就點樣咧？聖靈嘅嗰個敏感咧係咩咧？搖動一投入，即係搖喎，即係嗰個力加強喎，再投入有啲會震喎，嗱有啲人哇係咪聖靈啊？好明顯係平安輕省，更加愛主，更加有意念，有教導，有好嘅教導，咁樣係聖靈嚟㗎。你發覺可能有陣，可能有乜嘢，你就敏感嗰樣嘢，搖動或者身體嘅暖流，或者一種能力流過，你就留意到，加強，即係話呢個方法行得通，你就加強。